同学们好，欢迎来到轩 Happy Learning Channel。今天我们要学食物，食物 ，makanan。食物是什么呢？食物是我们可以吃的东西。来，我们一起学食物吧。这个是什么呢？米饭，米饭。米饭，米饭要拉 nasi。这又是什么呢？这是鸡肉，鸡肉，鸡肉，鸡肉要拉 daging ayam， 鸡肉要拉 daging ayam。第三个呢？这是什么呢？这是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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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啦，一干，鱼，呀啦，一干。OK， 这是什么呢？好多东西哦。这是水果，水果，水果，水果。水果 ialah buah-buahan， 水果 ialah buah-buahan。 这是蔬菜，蔬菜，蔬菜，蔬菜 ialah sayur-sayuran， 蔬菜 ialah sayur-sayuran。 啊，这是什么？鸡蛋，鸡蛋，鸡蛋，鸡蛋呀啦的露，鸡蛋呀啦的露。这是面包，面包，面包，面包呀啦 roti， 面包呀啦。这是蛋糕，蛋糕，蛋糕，蛋糕呀啦 cake， 蛋糕呀啦 cake。这是牛奶，牛奶，牛奶，牛奶呀啦叔叔，牛奶。呀啦，叔叔，叔叔，这是很好喝的果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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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汁呀啦 ，juice 哇哇喊，果汁呀啦 ，juice 哇哇喊。OK， 现在我们做练习。你要听老师讲，然后把答案圈出来。听好哦。哪一个是鱼？ Mana satu 鱼？ OK， 你用手圈出来。Ambil tangan awak dan bulatkan。 OK， mana satu ialah 鱼？ 很好，答对，这是鱼。那么第二个，哪一个是面包？哪一个是面包？ Mana satu 面包？来，我们看你的答案对吗？哦，很好，这是面包，这是面包。Ini ialah 面包。OK， 接下来哪一个是蔬菜？蔬菜。蔬菜，哇，很棒哦！你看，太熟了，这是蔬菜。OK， 来，我们再看，哪一个是鸡蛋？哪一个是鸡蛋？看你的答案对吗 ？OK， 很好，这是鸡蛋，非常棒。OK， 那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哪一个是鸡肉？
哪一个是鸡肉？我们看看答案啊，看你的答案对吗？非常棒，这是鸡肉，很好。好的，同学们，我们上课到这里哦，记得认读食物的词语，再见。